我都好緊張，因為我拍緊劇啦，咁今日好有排到喺個劇中間有時間可以嚟排到，我都驚話仲力學到幾多就OK，都因為都幾困難嘅，就頭先我同阿峰都啱啱先至第一次夾，咁所以仲力而為啦，希望冇失禮，阿峰都到時，梗係唔會啦，唔係因為好大力嘅，好唔好先，我都好大壓力嘅，因為其他嗰啲我自己跳嘅話就個人都冇話自己可以走到，咁今次即係自身係雙人舞，所以大家都唔錯，但係都因為要好準。 我就算多步都會除下除下都變少步，所以要試得好清楚啦啲衫真係，係要好。如果唔係真係差錯，因為好大幅度動作，頭先我譬如咬腰落去，即係差唔多你咬一百八十度落去，其實會唔就過，所以我哋都真係冇少放嗰啲嘢，因為始終都係啲衫會有些少整到。嗰陣時本來就喺度諗緊，因為子珊佢而家拍劇啲橋段太多，咁可能都要拍啲嘢，所以啲橋都好難搞，即係真係好多嘢，因為佢真係要走翻我個時間，而家就啱啱 friend 我嘅時間都可以嚟到，咁我因為我基本上 concert 之前我就係應該個劇啱啱先完，咁所以呢段期間因為拍住劇，因為中間一 收工我就唔會過去排，收工就過去排咁咯，即係希望可以盡力。會做一個 show 嘅，係咪齋跳會唱？誒會唱，都會唱，係啊。